忠实传递价值，解读全球好书。今天要为你讲解的书是：首先打破一切常规。副标题是《世界顶级管理者的成功秘诀》。这是一本写给各层管理者的书，教你如何改善管理方式，培养敬业的员工，建设高效的团队。这本书会让你发现啊，在传统的企业管理当中，有很多荒唐的地方。 那要想打造好的工作环境和成为优秀的经理，我们需要打破很多常规思维。这本书同时也有助于普通员工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。首先打破一切常规。一九九九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啊，好评如潮，久居权威的企业管理畅销书榜，并成为美国商学院的教材。 这本书集盖洛普公司几十年调查和研究之大成。盖洛普公司是全球顶级的咨询机构，善于用科学方法测量和分析人们的想法，为客户提供营销和管理咨询。曾经为迪士尼、宝洁、微软等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服务，被公认为业界权威。在本书出版之前的二十五年里， 盖洛普公司曾对全球一百万名员工和八万多位经理进行了调查访问，倾听员工的声音，分析优秀经理的共同之处。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白金汉和科夫曼都是盖洛普公司的员工，其中白金汉重点研究企业优秀经理人的核心特征，科夫曼则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环境的测评工作。 他们对工作中取得的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，最终为我们呈现了这本书《揭秘顶级管理者的非常规思维》。这本书的核心信念是：不要为了弥补缺陷枉费心机，而应该多多发挥现有的优势。那围绕这条信念，本书回答了企业管理者经常会遇到的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如何评判和改善工作环境；第二。 优秀的经理是如何物色和培养员工的？咱们呀，先来说说工作环境。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于留住有才能的员工、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很多管理者却不知道员工对工作环境是否满意。那如果不满意，又是哪方面存在问题？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标尺来衡量一个公司的工作环境。 盖洛普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，找到了工作环境中最为重要的十二个因素，设计了十二个问题。管理者用这张问卷来向员工提问，就能发现管理工作中的问题所在。这十二个问题被称为是 Q 十二体系。我们可以分为四个维度来解读 Q 十二体系。第一个维度是基本需求，包含两个问题：第一个，知道自己的工作要求吗？ 第二，拥有工作必备的资料和设备吗？那在这个维度，经理要让员工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，为员工提供保证顺利工作的一切资源。这里既要求经理关注每一位员工，也需要把员工从不必要的压力中释放出来。那试想，一名员工整天为公司的空调不能正常运转而烦恼，那对日常工作呀，必然是极大的干扰。第二个维度。 就是管理者支持，对应四个问题：一，在工作中有机会做擅长的事情吗？二，会因为工作出色得到表扬吗？三，主管关心你的个人情况吗？四，有人鼓励你的发展吗？这里是说啊，经理需要发挥员工的优势，认可员工的成就。那如果经理做不好这几点，员工的个人归属感将下降。 从而影响员工对公司的贡献。那数据显示啊，下属的敬业度有百分之七十受到直属经理的影响，经理的支持对员工至关重要。第三个维度是团队合作，对应的四个问题是：一、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了吗？二、团队的使命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？三、 同事们都致力于高质量的工作吗？四，在工作中是否有一个好搭档呢？在第三维度，经理需要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，帮助员工将工作视为使命，减少不公平感，促进团队和谐。好的团队合作可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感情以及忠诚度。第四个维度是员工发展，对应两个问题。 第一，在过去的六个月内，工作单位有人和你谈到你的进步吗？第二，过去一年里，你在工作中是否有机会学习和成长？经理需要因地制宜的给员工积极的反馈，并且给他们发展进步的机会。那对于满足前面几个维度的员工，他们更渴望进行革新。经理在第四维度需要提供员工足够的发展空间。 帮助员工和公司共同成长。那以上的这十二个问题就构成了 Q 十二体系。员工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越是肯定，说明工作环境越好，越能激发积极性，提升他们的敬业度。那如何通过 Q 十二体系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呢？经理啊，需要和下属进行一对一或者座谈会交流。 询问他们对 Q 十二体系中弱项的理解和需求，那才能制定出靠谱的改进方案。这里啊，千万不能想当然。比如说，曾经有一家企业员工对因工作出色得到表扬这一栏评分比较低，这经理啊就想当然的以为改进方案那就是贴红榜表彰，并且发放奖金。但是半年之后。 员工在这一题的评分更低。那当他去询问员工的意见的时候，才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对这种方式啊并不感兴趣，甚至有些人讨厌大张旗鼓的红榜形式以及经济激励。有的人喜欢经理一对一的表扬，有些人喜欢写一封公开的表扬邮件，抄送所属的团队，具体描述他们的成就。这样啊，他们还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。 那企业可以通过 Q 十二体系找到问题，再根据员工的不同需求制定改进方案。当然，Q 十二的顺序也不是任意排列的。盖洛普把打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比喻成攀登一座高山，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步攀登。首先，必须关注第一大维度——员工的基本需求，以及第二大维度——管理者支持。 如果一位经理急于去攀登之后的维度，那就像是人突然来到了高原，这严重的高原反应会让身体感觉不适。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赶紧下山呗，从基础开始。能真正打造好工作环境的经理，往往都有大智慧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说说世界顶级经理如何平衡各种突破、物色和培养员工。优秀的经理。 都一致认同一件事就是员工的本性难移。这想法呀，一听起来似乎很消极，但是实质上，这些经理只是深刻的意识到，与其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改变一个人的缺点，不如发挥这些员工的优势。那从这里开始，本书将不断的打破你的常规思维。我们经常说，弥补缺点才能获得成功。 但是那些顶级经理不这样想。总结起来，那些顶级经理把以下四件事儿做得非常漂亮：第一，选拔人；第二，提出要求；第三，激励他；第四，培养他。公司不必强迫所有经理都采用千篇一律的方式管理员工，让经理专注于这四项核心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式。 顶级经理是怎么样把这四件事儿做漂亮的呢？接下来啊，一个一个来说。首先呢，经理在选拔人的时候，重在选才干，而不是仅仅看经验、智力或决心。那什么是才干啊？就是一个人能贯穿始终、自然而然产生的思维、感觉与行为模式。那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天生方向感很强。 或者说，在聚会中可以和大家打成一片，那都可以算是才干。我们现在的招聘中，往往强调了学历、工作年限、以往的工作经验等等。那入职之后，公司也会提供统一的培训。但是，为什么员工的表现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呢？因为在招聘的时候啊，经理没有关注员工的才干。才干可以分为四类：关系建立。 影响力、战略思维和执行力、关系建立优势突出的人是团队重要的凝结剂；影响力优势突出的人会让团队被更多人接受；战略思维优势突出的人能关注到各种可能性；执行力优势突出的人能快速把想法变为现实。这四类不同才干的组合形成了每个人的特色。另外啊。 本书就认为，才干是非常不容易改变的。从大脑科学角度去解释，婴儿从出生之日起，他的大脑便开始与外界互动，并建立突触。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部位，也是信息传递的关键部位。从三岁开始，大脑会开始整合这些突触连接网络，牢固的链接会得到加强，薄弱的会消亡。 那如果把筛选过程比作高速公路，就好像是常走的路越走越宽，不走的路渐渐荒芜。宽阔的神经公路变成了才干。那不是说呀、啊，一个人的才干完全不能改变，反复高强度的训练也许可以在大脑中留下一条小路，但是和原来的高速公路相比，总是显得有些不足。而且啊，作为一家企业。 我们必须考虑投入和回报的比值。与其花大力气去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才干，那为什么不去寻找拥有合适才干的人才呢？接下来，经理需要关注的第二大要点：提出要求时，重在界定正确的结果，而不是正确的步骤。经理往往在管理上面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：一方面，根据之前的理论。 每一位员工的才干不同，能改变的程度也很少。那人性又是多种多样的。另一方面，你又为公司的业绩负责，你需要推动员工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，创造绩效。对于这样一种两难的情况，本书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：界定正确的结果，然后让每一位员工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比如说。 一个校长想要提升学校的影响力，那么他应该关注考生的升学率，而不必去检查每一位老师是否迟到或者有没有掌控好课堂秩序。那一个餐厅经理想要提升营业额，那么他只需要监控客户评价和回头客的数量，而不必天天去检查菜品的口味或者服务人员的服装。那这么做的好处是让员工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产生一定的压力。 对自己的工作负责。一旦员工有这样的状态，那么他自然会通过阻力最小的路径去实现目标。比如说，一名销售员有强大的人际关系，一名有好的口才，另一名有着很好的专业素养，那么经理就不需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，他们自然会按照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完成业绩。那我们已经了解了才干的重要性。 也知道该如何界定正确的结果，那应该怎样帮助每个人达到他们预期的业绩呢？这就是第三大要点：，经理在激励员工时，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优势，避开他的弱点。想要释放员工的才干，经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明星员工在一起。这里啊，又要打破常规思维了，许多经理都喜欢花很多时间在后进员工身上。 因为大多数经理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指导或者控制，但是优秀的经理并不看重这些，他们认为经理的职责是发挥催化剂的作用，把员工的才干转化成业绩。所以呢，他们愿意花费最多的时间和明星员工在一起，设法找出好办法来释放员工的才干。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：第一，这样最公平；第二， 这是最有成效的学习方法。第三，这是区分平均和卓越的唯一途径。那为什么说这样最公平啊？每一位员工都渴望被经理重视，希望经理花时间与他探讨未来的发展。那如果经理只花费时间在后进员工身上，那么就传递出一种信号：员工表现越好，从经理那里得到的关注就越少。这怎么看？ 都不合理啊。另外，把时间花费在后进员工身上，你虽然可以明白很多东西，比如为什么有些系统难以操作，为什么客户不高兴等等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拥有一箩筐的失败案例，但是这对你了解卓越成绩的原因毫无帮助。让一项任务失败的原因有无数种，但是真正能够达到卓越的方法只有寥寥几个。 如果把时间花费在失败案例上，你永远都不会发现优秀的客房清洁工会躺在客人床上，打开吊扇看有没有灰尘；优秀的餐厅服务员会明确为客户提供建议；优秀的护士会与客人建立情感依恋的关系。现在很多公司，比如迪士尼、西南航空、美国通用、丽兹卡尔顿，都在研究优秀雇员。 他们花费大量时间采访、跟踪、拍摄和宣传他们的明星员工，让周围的员工可以向他们学习。那些优秀经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销售明星一起出差，观摩明星教师的课程，学习明星客服和客户的通话。最后，我们不能太沉迷平均这件事儿。其实呢，这是一种非常偷懒的管理方式。 经理可以根据员工在平均线上下的成绩来决定评级和奖金，然后试图把后进的员工提到平均线上。有些公司可能把超过平均线百分之五十作为卓越的标准，但是事实证明这可能完全错误。平均和卓越是毫无关系的。那就数据输入这个工作而言，美国人的平均成绩是每月三十八万次。 那么，一名优秀的数据输入员目标应该是多少呢？高出平均线百分之二十、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一百？事实上啊，那些顶级员工的成绩是平均线的十倍。这就启示我们，不要用平均来估计卓越的极限，这会使你大大低估员工的潜力。关注那些最好的员工，你才会知道顶级意味着什么。所以。 关注明星员工，对每个人提出独特的期望，才能让他们自由发挥个人优势，也能从他们身上找到成绩卓越的原因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完全忽略员工的弱点。造成一名员工表现欠佳的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公司没有提供他所需要的工具和信息，这也是前面 Q 十二提到的一个问题。 另一个是员工的个人原因，比如家庭变故等等。那了解因素之后，可以试图问两个问题：第一个，可以通过培训解决吗？第二，你是否真正了解员工的需求？那对于一个表现不佳的员工，通过技能培训或是满足员工的需求，往往可以重新释放他的才干。如果这样还无法解决，我们可能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。 就是一名员工的才干和职位不匹配，比如说，作为销售无法体谅客户，作为主管没有战略思维。这个时候有三种方式帮助这个人成功：第一个，发明一种支持系统，比如帮助不懂打扮的销售人员购买西服，帮助讨厌用私人手机接业务电话的销售人员配备另一个号码和手机；第二， 是找一个互补的合伙人。成功企业的领导人都不是全面优秀的，几乎都是用一个人的优势来弥补另一个人的劣势，而且这样的互补经常发生，在微软、苹果、迪士尼都有类似的例子。第三就是寻找代替职位，你可能想了各种办法，依旧无济于事，这个时候就必须考虑转岗或是辞退。 人改变的幅度毕竟有限，我们无法不计资源的投入到弥补员工的缺点之中。有时候，员工和岗位不匹配，对双方都是折磨。那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理，你需要关注的最后一件事是，培养员工时，你需要帮助他寻找最合适的位置，而不是一味往高处爬。多数的职员都有一个常规理念。 就是我在公司必须永远向上爬，不断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头衔。教师必须成为校长，销售必须成为经理，医生必须成为院长。但是啊，现在需要打破这个理念。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员工适合什么样的职位？那如果不这样思考，就会把员工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。 他们会盲目爬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，被困在那里，既无法向上爬，又不能往回走，直到最后被辞退。这在管理学上被称为彼得原理或者向上爬理论。在这儿啊，有一个案例，说 A 在两年前是一家欧洲电视台的驻外首席记者，他一星期前还在扎伊尔报道独裁者的覆灭，下个星期又能出现在车臣直播。 他总能找到愤怒的核心，并揭示这些疯狂行为背后的某种意图。于是啊，A 的表现得到认可。一年之后，他得到了升职，并常驻华盛顿。这是圈内公认最好的工作。但是 A 任职之后，很快这些就崩塌了。A 擅长从政治的角度诠释真实的生活戏剧，但是却着于用戏剧手法演绎政治。 这恰恰是华盛顿记者最需要的能力。华盛顿单调重复的政治题材需要记者添油加醋，增加一些炫目的情节。A 可以完美报道迫击炮事件，却无法令欧洲的观众关心华盛顿的政治。不久，A 只能落魄地辞职。这种永远向上爬的理念错误就在于，在低一层级表现优秀，并不代表稍加训练。 在上一层级也可以表现优秀。上一级职位所需的才干也许和员工现在的才干完全不同，就像银行的客户经理需要极强的销售能力，但是行长需要有更强的管理和规划能力。所以，如果把只有很强销售才干的人提升到行长，这对公司和个人都是不利的选择。那就算明白了这个道理。 我们总会发现，员工还是渴望被提拔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告诉人们，职位越高，你就会有更高的薪水、更诱人的头衔以及人人羡慕的社会地位。一家公司如果想改变这种常规思维，可以试图采用在每个职位上创造英雄的方法，就像一句老话说的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在每个职位上创造英雄。 意味着去拓宽每个职位的薪资范围，为每一个职位设计大幅度的浮动工资计划，使得低职位也可以拿到上一级职位的薪资范围，甚至超过上一级的上限。高水平的低职位远比表现平平的高职位更有价值。迪士尼就采用类似的方法。如果你是餐馆的优秀服务员，你挣到的工资可以是上一级经理的两到三倍。 如果你想攀登职业阶梯，进入到经理等级，意味着一开始你的收入会出现大幅度下降。只要你显示出了优秀的管理能力，你的薪酬又会提升。所以，无需升到管理层，迪士尼的员工也能收获高额回报。在一些医疗设备制造公司，销售员的封顶年薪是大大高于管理层的，因为一线销售员才是公司核心。 这样的设计可以很好的解决员工盲目而又疲惫的攀登，促使员工看清自己的才干优势以及环境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为员工设计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，比如对于那些技术优秀但不擅长管人的工程师，设立工程专家岗等职位，他们的待遇和管理层人员评级甚至更高，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每一位员工的才干。 同时满足员工向上爬的需求。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实行了这样的管理制度，比如说把上升渠道分为专业线和管理线，每一条线的职位都一一对应，待遇完全一样。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才干和喜好选择自己的路径。有些公司也设立了升职试用期，先观察员工在上一级岗位的表现，再确定升迁的决定。 公司必须设定试用期的长度以及最终的标准，并辅以必要的指导。这就如同给员工编织了一道保护网，避免更多的错误发生。那为了引导员工走在正确的职业发展道路上，经理需要在以下两点发挥作用：第一，确保公司的制度顺利执行，使团队可以感受到公平；第二，持之以恒的与员工进行一对一绩效反馈。 回顾过去并着眼未来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评员工，而是为了了解员工的才干。以上呢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，归结起来就两点：第一，用 Q 十二体系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，关心员工需求，给予员工鼓励支持，促进团队合作，以及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；第二。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经理，在选拔人时重在选才干，在提出要求时重在界定正确的结果。那在激励员工的时候，发挥每个人的优势，避开他们的弱点；在培养员工的时候，帮助他寻找最合适的位置，而不是一味往高处爬。本书提供的这些招数，能帮助管理者改变企业的工作环境，让优秀的经理获得员工支持。 最终实现公司的持续增长，而常规思维则被连根拔除。好的，首先打破一切常规，就为你解读到这里。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，我们明天见。